这里是中国江西省鹰潭市鹰潭北站。这个鹰潭北站是鹰潭的动车跟高铁站。鹰潭还有一个鹰潭站是普通列车的车站。这里有个非常雄伟的塑像，大家可以猜猜他是谁。这里是站前广场。鹰潭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龙虎山。龙虎山，我之前听过有人号称它是道教第一名山，但我不知道它跟武当山有怎么比，这个不懂。那龙虎山有很多这种传说啊，美丽的传说。实际上我也没去过龙虎山。我们绕着这个鹰潭站北站的站前广场拍了一圈，现在我们去看看这个塑像。我们从侧面慢慢的绕到它正面去，大家可以猜猜它是谁，因为实际上前面我有给大家介绍了鹰潭有一个景点啊，龙虎山这个景点。那你们可以看看，猜想一下这个人是谁。我们走近了看看。已经看到了是吧，老子。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到公元前471年至博阳，谥号当，又称李耳，他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，传世有道德经。被尊为道教的始祖。好，今天我们先拍到这里。